好，2011年6月16号，第五课是吗？今天第五课。地支，会有稍微有一点影响，会加强它还是减弱它？如果说你的地支是木，那么你的天干也是木，那就很强了。如果你的地支是火，那你的天干是水的话呢，它所说的好与坏都会减少一点，这样了。天干的影响力不大了。命，你的意思就是命宫会不会帮助哈？也可以这样讲的。那么我们需不需要，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穿那个白色的穿？哦，你现在问的不是命宫的事情了，啊，问的是八字缺金，我们穿金对不对？现在回答你啊，你是初级哈，可以用，啊，你是初级啊，听清楚啊，啊，可以用。你缺金就用金，缺火就用红。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吗？一样。初级啊。初级啊，因为一定又不一样，回答不一样，高级的不一样。啊？所以我就说是初级吗？啊，你试试看，告诉一个 primary one 的小孩子 A for aeroplane， 他说 No， you are wrong， A for apple。嗯、啊、你们会不会 A plus E？ 会不会 ZM plus G two 会吗？不会啊，就是角落型的一个加减是吧？所以那个就是要等到你高级啊，你高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。好，那给你们一点提示，一点点。以科学理论来说呢，在沙漠不要穿红衣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热？没有水。没有水，不是，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他不会这样讲的，为什么？哎，对，因为颜色的关系，红色呢会将紫外线呢、啊。的那个纯度哈、啊，给积散了，啊，给吸收然后积散，它不会散外，它会散内，所以就会使一个人很快呢就晕倒。黑色也是，黑色，但是白色不一样，啊，白色它会散热，帮你散热。所以你们的车子如果是黑色的话，黑色的话，那么你们又很赶时间，又在12点要吃饭啊什么，很赶时间啊。发生意外的机会就很高，就好像前天我朋友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他说另外一个我们有三个朋友，一个还没有来，一来了之后呢，我已经开始吃了，他说哎，我说兰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看你的脸就是兰嘎的脸，为什么呢？一，他的跑车啊760也不是很贵啦。那是门是飞上来的，二是黑色，里面全黑，LTA 都抓了几次了，这看不到人的、啊、里面，不可以的吗？啊，很黑，而且那天的天气很热，非常热，所以就会造成意外发生比较容易意外发生，啊，老婆该生的已经生了，不可能老婆生孩子嘛，所以大体上应该是意外，啊，所以不用算命的，就这样推算，懂吗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。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在沙漠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蓝色，对不对？那你穿蓝色真的会解渴吗？那就是迷信，懂吗？啊，你们肚子饿，我们穿一个汉堡包的 T 恤会饱吗？这就是迷信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那出家人可不可以穿汉堡包的衣服？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穿一条 hot dog 的衣服。火腿的衣服是叫人家吃肉的，我听啊，
啊，是其实告诉大家是这样啦。那最需要的是水，但是我们那边需要的就是真水，啊，沙漠需要的是真水，不是假水。所以呢，我们用的是隐患之水。隐患之水就是看的啊，提醒我们的。你可以不穿红的，你要红，你的八字缺火，你可以不穿红的，啊，你可以不穿红，但是不穿红能不能提醒你呢？啊，可不可以时常提醒？可以的话，你不穿红咯。啊，你看西藏的啊，尼泊尔西藏，他们师傅都是留长头发的，哇，而且很 handsome 的，欧巴干的，他也是出家人呐、啊。日本的出家人你知道是怎样的吗？他们的袈裟，对不对？那么小块的，放在这边的，法会完了，顺收回，法会到了，呼，袈裟，方便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哈、哦。火啊水啊这些天为什么会让我们啊一生出来没有手没有脚，肯定会有原因。你没有手可以补手吗？你没有脚可以补一只脚给你吗？瞎的可以补给他看到吗？天生的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你缺金为什么还要补金呢？缺一定会有他的原因的。为什么我生出来的妈妈爸爸都没有钱呢？肯定是有原因的嘛。那我要怎么样补我爸爸妈妈有钱？你缺金嘛？怎么补他有钱？你自己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，好好赚钱就好了，那个不关你的事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缺金也好，缺水也好，缺火也好、啊、不要看得太重。但是我们读 这行的就是要研究，所以我说我的教学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是研究的心态去研究命运，不是迷信的心态啊。你如果没有无缘无故的去相信，那就叫迷信了。无缘无故了，没得没机会去相信，那就是迷信了，而且迷得太过了啊。迷的人很难教的，迷的人非常难教。迷会不会写这个字？一艘船上面是什么？米是从前最重要的东西啊。他是迷信的人啊，赚不到饭吃的啊。要真信啊，要有学问的一个真性，要有学问啊。你们知不知道谁第一个发现木星、火星、土星？不是科学家，是老祖宗啊，是吧？是老祖宗发明的，不是科学家发明的啊。所以科学家借用很多很多很多我们老祖宗所给予的资料参考，还有西医、中西医、中西医，现在都中西医都合并了。啊，所以不能够这样说。OK， 命宫你们应该要回去读，有没有问题？在命宫方面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啦哈、哦，命宫一定要会读的，一定要会读，要不然你懵懵懂懂的，你不知道在做什么的。啊，一定要会读，想办法读。然后我们这里有补习班，每个星期四你们可以六点半来啊。有一位叫伟明的，他会跟你们补，虽然他差不多了、啊、不、啊、但可以跟你补了，不然他不会 feel 了啊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份会他有这一份了，他就跟你们补了。你们不懂的东西就跟你们补，我还没有教的东西呢最好不要问，因为你问他，他有他自己的讲解啊，他的讲解肯定是我不苟同的啊。 OK 好、你们呢这个稍微会快了一些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快啊？不，哎呀不会呀、啊、为什么你没有补习？我下个星期全部都要粘1号2号3号4号5号，这样粘，一定要粘一个小张，一定要粘的，要不然我叫不出那个名字啊，要不然叫不出。OK， 你为什么没有来补习？上一个星期有没有看到你啊？好像有是吗？啊，六点半啊，你有没有来？可以来啦，可以来。他上个星期你也有来哈，啊，他越补越乱了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有他有补习，那、啊、找那个伟明跟你们补习。好，所以下个星期是六点半。就不要放人了，那伟明就在那边。你有没有补习，他都会跟你们补，啊
啊，那么你不要考他嘞，啊，让他 resign 就惨了。OK， 你们所拿的有一点不一样，那个 bitch 有一点不一样哈，跟上一次，因为上一次他们印没有印错啦，只是有问题啦，啊，他们印有 bitch 有问题，所以不用紧了哈。我们现在看46，我给你的那份46哈，我给你的46。嗯，因为我们的中心要跟你们一人拿大概200-300块，还是400-500块，要去买 photostat machine 呢、啊。哎，你们这一班很奇怪了，你们这班每次印的东西哈、啊，他都会jam住的嘞。你的学长的全部都不会的，你的师兄的更不会哎，你们的丢掉。像我们都比较难教了。不是，里面有仙人在里面。里面前世有三世因果，有师父在里面的啊。不过，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一行哈、哦，真的要做这一行，我建议大家能够在一起。前世有可能我就是你的 daddy， 考虑一下，这是我的心愿。我们做的好像律师楼，每个人有一个很漂亮的房间，每个人付自己的屋租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然后呢，有讲座，今天这个师父讲座，明天，但是学法都依法依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自我修行不一样而已。你懂我意思吗？要学到这样，哎呀，那个吉祥物品啊，全都是哈、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一定没有走错的。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师父 ，fear 的就很多了。好，这个很容易了哈，我后头的。很简单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这个很简单，只是跟你分阴和阳而已。那么甲是属木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那木克什么呢？木克土。啊、哦，你们现在暂时还没有拿到五行相克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正觉万年历已经有教了，有讲一点点了。啊、哦，但是我一直在重复的，一直讲，到时候你。如果你们有在外头学过八字的人就知道第一天一定教你这个，但是我的第一天不教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你混一下都能过了啊，教你这个的话是比较浪费时间。那你们要拿资料，甲代表什么？代表树木。乙代表什么？代表草，代表植物。你们要拿这种资料自己去图书馆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自己去拿，不应该来这边浪费时间拿，知道吗？这边要教的都是纯正的东西啊，所以甲是木，克什么？克土。什么是土？戊是土，还有呢，己也是土。但是红色那一块呢，就是属于什么？阳。黑色那一块是属于阴，懂吗？克啊，克有分有情和无情，要记住。男人跟男人打架，很严重；女人跟女人打架更严重啊，拉头发。啊，无情的。但是男人跟女孩子打架呢，怎么说都会比较收一点，发脾气啊，或者跟你不认识的啦，跟老婆发脾气不要讲了，跟你不认识的话啊、好像一个服务生把水啊，哎，倒在你身上了，又漂亮哈、哦，哎呀，对不起哦，哦，我们讲没事关系，没事，哎呀，弟弟呀，很被请了。但是如果是一个比你帅的就又很麻烦了。 sorry 啊 sorry、哦、你这样就要算了、啊、是吧？你叫你经理来啊，这个就叫做克，懂吗？男的对男的克叫阳阳克啊，那么这个就是阳克阳。所以甲木克什么最严重呢？甲木克戊土啊，因为阳对阳嘛，克是这样最严重的。那么如果那个水倒下来的是一个女的呢，就也是土，那是阴土。所以甲木和己土呢，就克的严不严重呢？也严重，但是没有那么严重，比较轻，叫做有情的克。所以甲己就合了，甲己就会相合。啊，不要问 stupid question， 为什么甲和己合呢？为什么甲不要跟丁合呢？为什么甲跟这种是很 stupid 的 ？A for apple, why? Because A for apple, why? 会被赶出去的。啊，这老祖宗所说的，同样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？啊，
就是这样而已啦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分阴阳？因为要知道有情与无情啊。有情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的八字，你自己看看你的八字，你的八字的天干是不是有相克？一定有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八字有没有水和火？天干，天干有没有水和火？有啊，是阴阳吗？还是阳阳？还是阴阴？阴阴阳阳都是严重的，无情克啊。阴阳的话呢，是有情克，有没有？所以啊，为什么要分阴阳？我们在论命的时候，在跟人家看八字的时候，总是会碰到一些阳克阳，阳干克阳干。记住，上面是阳干，下面一定是阳支的，一定是的哈，不用讲那个。好，所以阳干克阳干，一定会碰到这样，或者是阴干克阴干。应该都是这样子的，都会有了，都会有。好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无情。无情就是无很，不是无情，就是说不是代表说这个人无情，不是，他的克是很无情的克来的。所以你在跟他看命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把事情呢往严重的方式讲。比如说我们说甲啊。甲是属木，是属什么木？树木，对不对？那是大树吗？还是小树？还是中树？还是有用的树？还是不大的树？是什么样的树？怎么看？水分够不够？是不是？你们种树是不是这样看的？水分够不够？阳光够不够？它缺火，缺火。缺火之树不开花吗？缺火的树，缺阳光的树还会开花，但是你不要，所以你看啊，你的火要活，你不要去拿蜡烛去烧它叫火，不是，他说阳光，此火非彼火。那缺水的树呢？不生。这个树木你应该很容易懂，因为我们都时常看到，不难，对不对？难是难在金，这个金强不强？金有没有根啊？金又没有果，所以啊，老祖宗啊很会诱导人，他先拿大树来跟你讲人生，很容易理解啊。然后里面讲深一点的是金了，树大不大？哦，大哇，它有阳光，深不深？深，嗯。这个树好，为什么？它有根，还有呢？还有水嘞，不错嘞。这个八字有树有根有水啊，都很好了。它树一定很大枝的，所以它肯定不小枝。它人家长得挺高，懂他意思吗？这个树懂，木懂，所以属木的人黑哦，属金的人衰哦。为什么不懂啊？所以属金怎么去看这个金大？哦，很大。无火之金，无火之金刚，你的八字有没有火？没有。属什么？属金的。哎呀，刚，这种人很刚。刚的意思是什么 ？TG 啊，眼镜了你，成日讲你唔信啊啊！有火之金呢，沉气，好金啊。我们都看到呢，很多人打劫金店呢、哦，很少人打劫金棒的。金棒很麻烦的，要雕很麻烦的，拿了，所以啊，做土匪他们都有读过大学的，不容易的，啊，所以要记得啊，有火的金是好金，啊，所以但是你现在出局，你问我火克什么？火克金了，金而火好不好？不好，应该怎么样？离婚哦，啊，离啊，对啊。学八字最好的人就是什么呢？说一不二，我教一他就哦的那种是最好教的，然后慢慢他才进步了啊，所以不要离先呐，因为你要学到高级了才离了啊，穷则变，变则通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土呢？我属土的，怎么说我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的火很多，燥土
啊，急躁。你知道肥沃的土啊，肥沃的土，你一丢豆下去，它会怎么样？啊，它没有马上了，没有马上长，马上长那个是很危险的、啊，那个土是宝，宝贝光坨，啊，那放下去，它很快啦，翅长啊，它很快长，而且它的根呢，很扎得很好，但是旁边不能有风哦，啊，大刮大风的地方呢，是不能有苗出现的，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什么样的股票不能买啊？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的，穷人玩不起的了，都是大人玩的。对了，风大的地方呢，适合大人，不适合小孩子。啊 ，Marine Parade 还是适合小孩子的了，因为那个风不会大到那个程度。我们说的是大风，大风无苗。什么样的水没有鱼？如果你是属水，井水无鱼。井有鱼是人家放下去的，井水没有鱼了。啊，什么样的女人？啊，这个，哎，什么样的男人？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老婆？就是还是不可以有老婆，没有老婆。什么样的男人没有老婆？我们叫童子，童子没老婆，知道什么童子吗？童子不知道啊，他童子尿知不知道？童子尿也不知道，就是没有做过东西的了啊。那童子啊，童子没有女人。这个是你们可以买一本通胜回家看。那个孔老夫子问三岁的小孩而已，孔夫子他看到那个小孩，他问他三岁那个小孩。啊，三岁小孩还呼他都瞪啊，还问他，啊，什么样的石头，什么样的什么什么样的山呐、啊？什么样的山没有石？土山无石了，啊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是属火的，什么样的火啊，才是算有根，才是算强，跟树一样那么容易懂的？其实不难懂，啊，无水的火好不好？放肆放逆，你看消防员啊，提着一大堆水啊，甚至五六两、十多二十两啊，去哪里灭火的？为什么？火大嘛，火小的话会这样吗？火小是两两毛多切切，对吧？火大对不对？所以不管你多大，迟早都会有水来收拾你，知道意思吗？所以属火的人不能没有水在周围。但是现在你问我呢，水火相克啊，但是无火又不行啊，无火没有水，没有水又不行，一定要有水。那么火最怕的是什么？水吗？最怕的是木，但是木生火嘞，火应该是很喜欢木的嘛，木来生它的嘛，对不对？火喜啊，人非异啊。火开心，人不一定开心啊。我的命属火的，我用多一点木，你知道我的脾气会多爆吗？我的火很开心啊。所以呢，什么样叫好命人呢？控制五行的人叫好命人，被五行所制呢，就是烂命一条了。所以我为什么教你们的东西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如果学的跟有，就是能强过我的，我退钱给你。因为我们用的是科学的方式，我的老祖宗用的不是科学的，我的老祖宗用的就是不会晒就是不会晒，鸟气嘎低不会晒了，鸟气嘎牛不会晒，那是那种的啦，啊，我就偏偏就跟那种都并了在一起，啊 ，OK， 明白哈，好，今天要教你们的呢，应该你们的八字有些可以用到了，有些你们八字没有在用啊，啊。这个懂了哈，啊，如果是阴克阳啊，或者是这个阳克阴一样了啊，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代表克而有情，他克但是很有情，好，记住这个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老师给你们的表格哈，里面这个参考资料里面都有啊，什么甲己啊，富贵
啊，那么又有很多钱啊，又人缘很好，但是底下呢又有什么遇到煞啊，就人缘就比较差啊，就使人家很讨厌，口舌是非，哎，到底是哪一个哈？那不明事理的人说，你看好的也说，坏的也说，保你啊，其实不是的，有情和无情客。所以如果遇到了阳阳客、阴阴客，你可以严重一点说，它里面有三个给你选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受伤，一个是家破人亡。阳阳客你可以说家破人亡，包括死亡，你可以这样讲啊。昨天我的朋友11点多问我啊，就是他运气很差很差，2012年才开始，所以他现在找到一个屋子，我说你肯定有 finance 的问题，他是装修都没有钱啊，因为他即将准备了，他就要准备倒霉了，但是他5年过后他会很幸运，他这5年难挨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他给其他风水师看，一个老人家看，那老人家他位置真的很好，但是睡在五鬼位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主人房没有办法，没有位置。最后呢，我跟他说，不如这样吧，就不要睡主人房吧，就睡另外一边。他说 OK 好，但没有，就两个人而已嘛，没有孩子嘛。但是呢，中心点在哪里 ？Toilet。中心点在 Toilet 就完蛋了，啊，我都没有办法怎么救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可以不买嘛，为什么你买？所以就没办法救，好像警察这样啊，警察打人还得原谅吗？的意思啦，啊，好。好，大家翻开47啊，绝谈八字47啊，这里这一段绝谈四柱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嗯，四柱啊，四柱它有很多种啊，很多个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47了。47对呀、啊，48小姐。对，47了。我教你看47，你就看47了。等一下你就知道我要说啥嘞，啊，你不知道啊？47，啊，你们也算是大师级了。你知道你们赶快成大师，我就 inspect 得了啊！我讲你们不成大师，我就衰了。你们看这个八字，对吗？中文程度好的会读啦，偏财戊戌会读，没用，要读干嘛？对不对？以前告诉你们要会读很重要，现在呢，5天后啊、哦，告诉你们读有什么了不起了，对吧？不止这样。这是一个人呢，他幸不幸福现在就占你的嘴了嘞，你的经验了嘞。他应不应该辞职，应不应该离婚呐、啊？拢是看你哦，很不容易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这个戊和丁，我们就看五行就好。戊和丁，火生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火生土？他生他，火生土，容易吗？容易。生孩子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？不知道，还没有生过。你要有力啊！啊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懂不懂啊？怀孕的人是不能够发烧的，不能够一直吃那种 Panadol 那些东西的。知不知道很危险的、哦、啊，你不要以为因为他发烧就很麻烦，所以他不可以淋雨，不可以，因为他吃 Panadol 的话， Panadol 里面的药性是不好的啊，对于产妇他们有特别的东西，所以中医是最好，他调节，他能调节他，但是如果真的烧到怎样的话都没变了，因为孩子会不好啊，所以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出孩子？有力强壮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难产啊？难产不是男儿嘞，不是儿子嘞，难产是困难的难啊，生产的产啊。为什么难产？弱，血不够等等，绝对不会孩子太大力了，生不出。你的肚子装多大一定的，
那这个火要生土，永远记住生。你有什么条件生？你有力吗？你强吗？你能吗？你要生我就生我啊！你要生土就生土，木要生火就生火啊！你拿什么来生 ？Ice cream stick 了，你拿 ice cream stick 去生火，对不对？所以火丁火能不能生它？不能生，怎么生？小小的丁火放肆退下，不能生它，明白吗？啊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丁火的好朋友是甲木。甲木跟丁火在一起啊，他很会帮丁火的。甲木看到丁火就 support 他的，多忙都会 support 他的，很宠他的，就好像你宠你的宝贝儿一样啊。所以他有没有丁火啊？有。他有没有甲木呢？有。所以甲木会去生丁火。你们有没有看到甲木也会去克戊土，木克土啊？为什么木要去克土？你敢让我的丁丁，我的心肝宝贝的丁丁啊，辛苦，火要去生土是很辛苦的，所以他把它给弄松，再加上呢木呢还能够帮他，这是一个原理，原理。所以这个八字，这个甲是不是他的命啊？对那个年好不好？不好，因为甲克木克土嘛，对他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那要怎么样才好呢？甲必须要生火。让火去生土，那就好，要不然不好，知道吗？甲要去生火，火再去生土才算好，知道吗？我拿钱给你，你再拿钱给你的妈妈，这样子不要直接拿给你妈妈，因为你妈妈不会收的。不要啦，哎呦，唔通啦，不过有些老人家是不要啦。不要马修了，不要养酒了，意思是这样啦，那就是照程序走就能够帮到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你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这样看八字一定要当的是我自己。所以我是帮年还是不帮年呢？我不帮年，我克我的年，明白这句话吗？我的命克我的年，懂我在讲什么啊？所以我的命克我的年，年是什么？翻开四十七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用啊？啊，你要 believe me 啊？啊，不是，是 believe 啊？啊，不是 believe 啊？年代表什么？祖先。你会带给你 祖先什么东西？麻烦呢、啊？你跟你祖先亲不亲？不亲。不过你要靠他，土木永远靠土的，树木永远要靠土。所以呢，你的祖先就是你的阿公阿嬷，有抱过你。照理说，你生出来他应该在。啊，不在不在呢？不在就死了，用紧的了。是这样说。那么月是代表你的什么呢？月是少年妹父母。所以这个孩子孝不孝顺？甲看到丁就很开心，所以他孝顺，他能帮忙他的父母。所以父母生了他，是阿公生他吗？阿嬷生他还是爸爸妈妈生他？我们生他啊，骂新孙呢，哪里有这个道理的？对不对？阿公啊，不阿爸阿公，爸爸妈妈生这个 baby 是不是、啊？生了之后，他这间家好不好？好，
为什么好？他命属木，父母宫属火嘛，火能生阿公阿嬷嘛，一生这个之后怎么样？满，这个是这个全家人都很开心啊，抱着喜来的，很好的。他是这样续升上去的。你这样看一个命啊，用五行来看，你才会看得好，你才会懂得怎么看，要不然乍看之下是很麻烦。不过其实这个孩子的身体很弱啊，这个人的身体弱，我们就会等一下会教你怎么看啊。好，那要懂得哦，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那这个他的月份是什么月份？四月，四月是属什么的？火的月份呢、啊？他上面是丁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是火，他上面呢是丁，对不对？上面是不是火？下面是不是火？这叫通透，通透，透是透出来，通是通进去，通透。通透的话呢，火大不大？反倒呢，父母会怎么样？对他的压力苛刻。木能生火，对不对？火靠什么？火靠木，火赖木生。但是火大呢，木就成灰了。木能生火，火一旦大，反倒把火给灭了，成灰了，就没用了。所以父母的压力给他太重了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是这样的，好，大概一点点看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多，今天也会教你们一点点这些东西是什么，啊，怎么去看？好，就是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资料，年代表什么？你不可以单单年代表少年，还有呢，祖先，还有吗？身体呢？哪里？牙齿还是鼻子，头还是嘴巴？所以如果是甲命出生的人，你的命是属甲的啊，甲年，我是甲子年，或者是啊甲午年，我是甲出生的人，而他的木，甲木嘛，哈，他的木受到很大的强烈的撞击，你可以说这个人是白痴，他出生一定是白痴，因为甲已经代表头了，头部了啊，如果他的这个甲木啊，出生很大的撞击的话，他有可能是一个白痴来的，要不然就是最后呢，养到七八岁的时候，忽然间发一个高烧，变白痴了。很多都是这样的，有的算的。所以那个关你能过吗？可以啊，要不然给你算做梦。所以世上没天机，只有天真，没有天机。天机是谁才能知道？天人。不要说天机了，我们的 CBF 有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天机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天机这种东西，你算不到就是算不到，不要说天机，既然算得到的就没有机了，啊，就没有天机了，所以不要给人家骗了，说是什么天机不天机的，天机谁知道啊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天机乃天人所知之一也。天机是天人才能知道，神仙太上老君下来，咻，管你骂下来，啊、哦，阿弥陀佛下来，他就会懂了，他天机他懂了，你是不是？所以说是天机，就好像啊，你们听听，你猜我是干什么的？政府部门的东西很多我都不可以告诉你们的，那请问你我是干什么的？政府机构的人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所以天机不可泄露，他是什么人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看一看这个呢。好，所以要懂得哈，要懂得说日代表什么？是代表配偶，还有呢，代表同学啊、同事啊，啊，那么日呢也代表自家的居所，知道吗？自家的居所，你的日是什么？好像他的日是什么呢？木和金，是不是？木和金，啊。那么他的命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来做调解？他的八字、他的命格、他的命宫，所以他的八字里面呢，缺他的这个家族可以靠水，他的家可以靠水，对他是蛮适合的，
有没有看到47？它的日是代表什么呢？日代表啊自家的居所，它的环境，它适合的这个环境。啊，那么时呢？时是代表门户嘛，门户。要出国会不会有事情？要看什么呢？要看年。今年是什么年？老虎年。它是属什么？猴子。看到吗？它是不是属猴子的？会不会看？如果这个都不会的话，那就很严重咯。要去好好的读一读啊。这是猴子。那么它是属什么的呢？属猴子。今年什么年？虎年。它可以出国吗？我们看。啊，我们就看年代表，看到年柱吗？年柱中间的代表远，什么？远方。所以今年它有没有冲太岁？如果是老虎年，它属猴子，今年老虎年，记住一二三四五六会不会写？然后呢，一的旁边是七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把十二折一半，列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这个一七叫冲，二八叫冲，三九叫冲，三九对了，就是冲了，自己去省了啊，六十二就是冲，知道吗？这折半就是冲了啊，那个就叫犯太岁了啊，那叫犯太岁啊，好。那么今年是老虎年哦，我就属猴子的，那可不可以远行呢？不要远行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冲什么冲？因为年代表远行，所以今天我们跟别人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就会懂了。所以每次说师傅叫你不要出国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师傅，因为你犯太岁了。为什么犯太岁就不能出呢？你这个不要出，就不要被切啊。因为他也不懂了，他也是听说的啊。哦，我们现在懂了，师父，因为年柱为远行之意，我命既是猴，今年既是虎，猴虎相冲，是为犯太岁。年柱为远行，我怎能出国呢？你看该塞，要不然四马路，你看那么多大师啊，人最好是少求签，尤其是算命的。我们是学命运的人，我们最好是少求签啊。求签跟地干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啊。你不喜欢你就再抽抽，在那边抽抽啊。所以真正最好的方式还是什么呢？算一算流年今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，反而会更好啊，反而更好。没有，属兔子可以啊，属鸡才不可以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有没有真的写的？听了有没有真的写的？你写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旁边写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吗？兔子跟什么饭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跟鸡饭呢、啊。兔子跟兔子怎么饭呢、啊？兔子和兔子是 brother。Can you can go out eat carrot? No problem.不会讲英语就是讲讲的不好，所以这份资料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因为你们最多只是知道说，啊，所以老师是不是说过看风水用什么呢？用年。为什么用年呢？喏，居住地和家嘛，就用年。啊，大家要记住要用这个哦。有没有人还记得这个叫什么？那英啊，千万不要告诉我火啊！看风水我们都用这个，大家看啊，对不对？是居家啊，居家的地方我们看这个。如果是内心世界，我们也可以看这个。他的内心世界如长流水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是不是啊？他内心世界是长流水，什么意思呢？拖泥带水，做东西很喜欢拉得远远的这样做，不喜欢一刀切下，慢吞吞啊，做不行啊。
你看他很快呢，不然你在做什么鬼、啊？做不我们给他出来，知道吗？这是看你们自己，这是看你们自己的。啊，你不要看这个长流水，你们自己是什么？你们我是长流水啊，不是来要看啦哈、啊。那么日呢？啊，你创业的起点是什么？啊，你可以看用这个来看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叫泉中水，也叫做井泉水，都一样。我们古书是写泉中水啦。啊，井泉也可以，井泉知道井是什么吗？知道泉是什么吗？井大不大？泉大不大？泉大没？泉在水里面哈、啊、的阔度哈、啊，它算是最小的。啊，泉水，那么井水是在我们生活上，它算是最小的。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现在你看温泉有没有？温泉会不会做到像大海这么大？那个只有一个字 bankrupt， 没有了，没得做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创业是什么呢？泉中水，啊，井中泉，泉中水。考考你们，什么叫泉中水？我适合泉中水的工作。那你们自己想啊，看你们的想法。泉中水代表什么？你们这一份哦，你们现在拿到的这一份是从24开始，所以你们的旧的那份从24到49全部拿丢掉啊、哦，然后再放这一叠下去，然后再把今天的教的再放上去就漂亮了。喂，井泉水是什么？不要给，因为我忘记啊。是代表什么呢？那你要指点我做什么工？是啊，等于卖水包丢了啦。井泉水我会做，你会吃？我适合做什么工？不阔的事业，你不要做的太阔的。小生意啊，小生意的裁缝啊，裁缝是小生意啊，裁缝没有办法做大。现在，哎呀，多少人订裤啊？我还在订啊。那个阿北经常把我的身材看成是四十五啊，我唔知咧三十六啊。不过很好啦，他做衣服做有时候做两件换一件呢、啊，真假的老料没足料。好，井泉水还有呢？会是不能出国的，嗯，出不了国的，是井不可以讲井底蛙，井水怎么会出远门呢、啊？不可能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啊，有人来带，可以。拿去煮肉嘛，他在不动，拿那个井的水去不动，去煮肉嘛，可以，那可以，啊，但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呢？煮肉的人是不会去不动拿井水的，因为挡不笑啊，古代人也不会嘛，啊，所以没有这个缘。哎，师傅啊，我想问你啊，我有人哈、啊、叫我投资做生意，去北京做嘞，他说帮我赚钱的嘞，哎呀，最好不要去了，为什么呢？一看就懂了。啊！但是你要神秘就不要跟他讲喽，因为你跟他讲没完没了的嘞。啊，为什么你知道井泉之水怎能出国？为什么是井泉之水？什么叫井泉之水？井泉之水怎么来的？为什么是井泉之水？你叫他报名啊，报名读啊，是这样看的啊、哦，懂啊、哦、啊。那么，哎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是工作啊，对不对？工作本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啊，工作的情况如同炉中之火。工作本体情况47看什么呢？看十嘛，是不是、啊？十的腰中间我有斜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看到十？那个代表什么呢？啊，工作啊本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炉中火是什么？炉中火，炉中会不会时常有火？没有啊，炉中火，炉中不会时常都有火，它忙的时候有火，忙火是什么意思呢？忙起来非常忙碌的，
所以这种人应该做什么呢？应该做那种爆管的硬质的，他性质完硬了，哇，快点快点，好了，放工了，哇，放工了啊，那一种印刷馆，或者是当然还有什么东西很忙的啦，啊，一下子他工作起来就很忙，不过有些人他工作哈、哦、很闲当的嘞，吹口哨的，所以他说那个保安他可不可以做？不可以呀、啊，啊，他保安保他自己不平安呐、啊，不可以呀、啊，啊，警察呢也不行，啊，警察呢到处巡逻，尤其是新加坡。啊，他要去那种恐怖分子很多的地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他太有空了，不行。他一做工就是如同炉中之火，嗡嗡嗡嗡嗡，隆隆棍啊。好像人家做那种 lining 的，一定不可以停的，是吧？那个东啊，那个还不是炉中火，那个还不是，那个只是手而已，手而已。哎，tomorrow 哦，I think I go to your house mahjong 啊。那个不可以啦，那个那是很忙的，很忙的，懂吗？啊，你们这个你们的食啊，你们的食啊，你们的食是什么？喊出来！霹雳火！霹雳火！啊、你的工作就要速战速决的，最好不要做工了，做家庭主妇最好。为什么？霹雳火嘛！啊！赶快回来吃了，煮好了你抱回来吃。什么工作能够像霹雳火的？什么没有啊？没有啊？没有工作像霹雳火的，最好做家庭主妇啊！啊，这不要吃，你不要，你就不要回来吃了。我跟你讲，啊，加来了。啊，很喜欢这样一块块的，块块煮的，所以手脚哈，你虽然你手脚不是很长，但手脚很快，霹雳火做，长很快。你现在做什么工？什么来的？百米灯啊，服务业啊，服务业是什么？啊，以后你穿 rollerblade， 收起啊 ，Yes，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Bye bye 啊，进呢啊，霹雳火，他都做得好了啊，霹雳火。有没有去啊？总共有60个夹子，讲了就不用再读了。啊，这个就看你最、啊、工作为什么师傅啊？我应该做什么工？一看我就知道。但是这个你千万不要叫人家霹雳火去做主操的，不是？他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？那新世界只有这五种行业就好了啦，卖金、卖水、卖茶。对吧？不会喝啊，是也不会喝过去啊。好了，懂了。还有吗？杨柳木啊，杨柳木什么来着？杨柳木啊，微杨柳后，软不厚啊。杨柳木的事业木，杨柳有没有看过？杨柳啊，杨柳不可以做出工啊，杨柳细幼啊，不能做出工。我们还相信呢。啊，你肮脏最好是不要动杨柳木啊，石柳、杨柳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杨柳不轻易的相信人家，所以你的工作呢，不要去做那种要逼你自己去相信人的啊，那种不要。好像比如说银行啊，我要借钱给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要去查这个查那个啊，那个行业好了，因为你就会去查人家的。啊，杨柳木是不容易靠近的，不容易贴近的，但是一定是要闻的叶，不能做出工，做不了出工的。啊，杨柳有没有看过人家用杨柳来起屋子的？有了鸟啊 ，bird 啊 ，bird 啊，所以不能够啊，杨柳木的人就是这样，不可以。当然性质，金箔金，你知道泰国吗？泰国他不是粘那个金墨吗？连在那个佛的脸呢、啊，啊，这那个叫金箔金，金箔金，啊，金箔金，金箔金好，纯金吗？你知道金箔可以吃的吗？不懂哈，你要去药材店买啊，你不要去买便宜的嘞，吃了买纯好的，好的，它好的大概一片要7毛钱、8毛钱，纯的可以吃的，吃了那正经的，那正经的啊，你不是说你女儿缺金吗？啊，你就给她吃金啊。
真的可以吃，真的，不要管他们，他们神经病的，真的可以吃，真的可以吃，啊，这是鸭精啊，鸭精，要考试的之前呢、啊，赶快吃一片两片的，很好，啊，这是筋膜精，那、啊、筋膜精它有一点不好，它纯筋，它必须要粘贴在一个耐强稳的地方，它就不飞，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一下呼就走了，就飞走了，啊，贵而轻。贵，但是很轻，啊，金箔精的行业哈、啊，你是说，金箔精的行业呢，就要很细的那种，比如说跟人家修指甲的那种，叫金箔精的啊，啊，给人家修的啊，或者是做一些比较轻微的，比较轻微，不要太重的那种，啊，但是又很珍贵的，啊，很珍贵的，好像什么东西不能够受伤，不能够很容易就擦。就是敲到啦，还是怎么样的啦？要很保护的啦，知道吗？啊，那广北料回来这样，啊，不要卖过逛街的，啊，所以而且你一定要，如果你们想要认识六十甲子的话，有那阴甲子有卖这本书，啊，大家可以去书局买了去念一下，你们读到完了之后，你的家的书本肯定比你的 newspaper 多的。很多资料要有的，而且全部都要记住。你不给人家问你什么叫金箔精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，不可以的，都要有的。啊，OK， 啊，这个呢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阴阴阳阳的哈。这个你看，水克土克水，对不对？土克水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阴阴呢？阴土克阴水，哇，那个克是无情克了，啊，啊，所以谁糟糕，谁严重啊？年的严重。年的严重，为什么？因为水浇那个土。不是，不可以这样讲。土克水，土 always kick 水，土克水是永远不变，你不可以说水去浇土嘞。OK。土是克水的，有没有看到吗？好，那么谁严重呢？现在父母强留后卖给强，土严重还是水严重？水严重，哪里有土严重的、啊？土克水嘛，都说过了啊，怎么会是土严重呢？啊？没有讲啊、哦，我都不会尬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父母不好，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论，因为你论了之后，你的后面就很多问题了。为什么他会不好？因为土克水啊。那为什么土克水就代表父母不好啊？金嘴带鸡掉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学这样，要学基本功。土克水，如果连土克水你都分不清，那只在表面上下功夫，徒然浪费时间。先知土和水相克，懂吗？啊。好，土有几种？两种啊，一种是阴，一种是阳。要不要进步？土有十种啊，有什么土？有正官土啊，对不对？刚才看到这个土吗？看到吗？物是不是土啊？物是不是土？好，我们说水吧。好，这个是不是水？水有几种？两种。几种？两种啊。两种很大的，两种啊，阴水和阳水啊，在初学高级的话呢，是水有十种，一定要照次序做，千万千万不要还没有开刀的时候哈啊，哎、啊、怕脏，然后慢慢。分可他亏多，你千万不可以分工合作。你去弄他这个，我帮他开，不可以分工合作的、啊，也是啊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鬼水，你看劫财，劫财鬼那个是正印鬼，所以总共有十种。以后再学这个，以后再学啊。你们花最多钱就是在这个了，这个有时候会学三年两年的，
也是我赚钱的时候了。问你们基本功要打好先呐、啊，啊 ，OK， 好，所以土克水要记住哦，要不然以后我们教五行很难了，你们就很难。好，土克水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水有灾祸啊，水有灾祸。好了，第一步，第二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啊，我要打狗就要看主人，对不对？好 ，Mr. 头要去克他，是不是？啊，第一，土生什么？土生金，对不对？土生谁讲的？头先注意，我刚刚记个的，给他摔了。土克，土生什么？土生金，这个土会不会生金啊？会，就在底下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刚生的，刚刚生 baby 的妈妈是强壮还是虚弱呢？虚弱，所以她这个土弱不弱啊？因为底下有金，这是第一点，知道吗？所以她这属于不强的土，懂吗？因为底下有一个要她生的，好，所以金叫土叫什么？妈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他生我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叫生你的叫什么？很少叫是吧 ？Mother 啊，好，那么水呢？谁生水啊？金生水，对不对？所以金生水了之后，金开不开心啊？金强不强啊？强，为什么不强？啊，为什么不强？因为这是八月嘞。我怎么生你哈、啊？我是银行来的，永远用不完的钱、啊、知道吗？八月啊，除非说的是这个啊，好，不用金。那金生水对不对？金不强可以生水吗？八月的金强不强啊？八月就是秋天，就是金最强的嘛，师父说过嘛。所以金生水有多少生多少 ，no problem， 不是 no problem， 是 no problem， 是不是？所以金强不强？水强不强？强。来了，再来了，再磕多一次了。讲论就不一样喽，是不是？这样论起来的话呢，所以开始第一个土克水，完了水完了，土生力。第二，再研究它底下有什么，明白了吗？啊，第三我们就能知道了。啊，如果水还是输呢，找他隔壁的看有没有水。一大堆水，而且这些水呢都是被阿金生的，对不对？他的妈妈是谁？里面最大的就是月嘛，他妈妈就是月、啊、所以还记得老师教过你们吗？学东西一定要学，要记得月很重要，月很重要代表母亲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月好不好？好，强不强？强，金生水，所以他的水有很大很大的金来生，这个水肯定是很大的水了、哦、很大很强的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？还看到一件事，就是土克水啊，土克水，对不对？但是水多不多？强不强？水多水强，那么土会变什么？泥，是吧？会变泥啊。所以这个土是什么土啊？所以他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啊，所以你就要看是不是又要看年柱了，对不对？年柱叫什么？两表，福建人才听得懂啊，不要忘听别听啊。好了，明白哈。好，你们翻开48。今天就要教你们这个了啊，这个重要。好，看到绝谈天干五合，天干总共十个，除以二，有五组，五个组合。有五个组合，它粘在一起呢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五行，叫做甲阳木和己阴土。
它这两个一旦合在一起，就是一旦在一起，就一定会合，一定会合。合了之后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土。大家要记住，我现在说的话，化，看到那个化，甲阳木和己阴土和化，要记住这个化。等一下我们讲起来就容易了，所以一定合，但不一定会化。化的意思就是不一定会变成土。乙和庚合在一起，一定合，但不一定会化成金。我跟你在一起，一定结婚，但不一定会有孩子。一定有孩子，但不一定会有大波。一定有大波，但不一定会有杂波，知道吗？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化呢？化怎么样才能变成？如果你对化这个字很敏感，你不懂得怎么用的话，怎么样才会变成土呢？怎么样才会变成金？但变成很难听，我们就用化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做一个，还有呢，大家看一看，今天你们大家也要学一下，就是绝谈本气、中气、余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解释什么叫做本气啊？底下不是做了一个 sample 给你们看吗？对不对？底下的这个 sample 呢，啊。第一个你们看到的那个偏财呢，就是属于本气；第二个正官属于中气；第三个伤官属于余气。要记住，因为这个以后我们教学的时候呢，啊，不用以后，等一下我们教学的时候也要用到的。啊，这三气，啊，这个呢是让你们回家电视的时候可以看到。啊，这个就很容易的嘛，甲乙东方木嘛，为春。啊，那么刚才如果有人忘记的话，秋是代表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知道秋代表金了。用这个，这一套就可以看到了，好，很容易看的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所以甲和己合化土，要有化才能成土，没有化它就合不了土，它就化不了，啊，要有条件 ，OK， 要有条件，所以你要背哦，甲己合化土，乙庚合化金。丙丁合化，这个丙辛合化水，丁壬合化戊癸合化，一定要记住这个五合啊，五合这个很容易，这个只有五个合，因为地支是最烦的，地支很多，很烦的地支很多很多的，不过也是最有趣的，啊，好，大家看得到这个了。阳土啊，那个阳土，对，跟他改一下。那么鬼跟他啊改啊，鬼不用，那个戊跟他改成阳就好了。刚才这个字跟他改一下这个啊，改成阳啊，对，好，改一下了。好，来，这个呢是本气、中气、余气，要懂得啊，所以请看你们虚下的这个中气啊，你就知道看什么了。你看你们的虚的本气是偏财啊，你就知道看什么了啊。本气是最有力的了，中气的力量比较次等，余气它是最小的，力量很小。要知道你的年柱长里面有什么气在里面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放什么屁，闻到屁的味道，知道刚才你吃什么了，啊，这个就等于是屁的气了。OK， 所以你的正官有没有力？你看，在这个 square 里面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最有力？偏财，本气，因为第一，本气是最有力的；第二，它的本气有没有跑上来？跑上来难听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所以他的本气有没有跑上来？有跑上来，跑上来难听，叫透。透，啊，在书本上我们每次都会看到的，八字偏财透出，
强而有力啊，每次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其实他是八字的偏财跑出来了，下面有一个，上面有一个，跑出来气那个力很大，这个很熟很熟啊，这个读了就一点啊，还要注意啦，嗯，本命有甲己相合土，有吗？你们看的这个 page 48有甲己相合土，土在八字中代表正财与偏财，甲己土啊，甲己合的意思。第一哈，看甲己合化在四月之中气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再简单一点说哈，再简单一点说，也就是甲和己合化变成什么呢？合变成了土，对不对？合在一起，有机会变成土，有机会。那他要遇到什么才能变到土呢？他要遇到月。我说过，什么东西 money changer， 你要去月那边看看有没有，有没有什么呢？合化变成什么？甲己合化土，所以底下一定要有一个土，看到吗？甲己合土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化，要看月有没有，月有吗？月有没有土？有，看到了，月有这个土，所以它可以合化，它可以化。只要月没有合化出来的那个东那个五行就不能。如果是乙跟合化呢，可以合化吗？乙跟合化金可以合化吗？在这个时候可以合化吗？可以，因为乙跟合化的是这个嘛，金，懂吗？丙辛能够合化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里面没有水，所以他不能 join 他的 company， 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要有月，一定要有。那很多算命的老师呢都会说啊，甲和己，对不对？不用看这个，为什么呢？甲底下如果也是木，己底下也是土，那就合了。他们有这么样的一种论法，能不能被接受呢？啊，我不接受，因为没有根据，是靠他们自己。你问他们是从哪一本书啊，哪一位老祖宗说的，他没有一个根据。但是我曾经用这样的方式计算还是蛮准的，所以我是怀疑我准了 啊， 啊，没有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还是不要的好啊，基本功你练好它啊，你在少林寺你学基本功，学十年之后你出来你练什么功都容易了啊，叫你战马好像蜗牛这样，好像追龟这样，那你还要跟人家学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我是不承认啦。好好，所以记住了，甲己乙根啊，那么丙辛丁壬戊癸要合化，都一定要看它有没有，有的话就叫做合化成功，没有的话就合化不成。啊，记住。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啊，甲己合化在四月，甲己合并没有写错，合 stop 一下，化在四月，知道吗？它化在什么月份？一定是化在这个华人的事业，四月，四月中之中气，四月的中气。所以这个合化的力量是一个中气的力量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句话，遇到相合，相合变什么？甲己合化土就变成土，乙根合化金就变成金。但是甲己合土，乙根合金，这样子来论，金对不对？化了吗？不知道，找谁？谁才会懂？阿月，阿月懂，我们去找月。月有没有合化出来的那个五行？没有，不用说，有就可以，因为月的department专门处理化的，
懂了吗？啊，所以戊偏财，戊是偏财，有没有？所以它甲己合化土是合化的变成土嘛？它底下有土。如果它是乙根合化呢，也可以，因为它底下有七煞这个这力嘛，它就能够合化成功。啊，那么你们的八字，你们的八字现在看你们的月，看你们自己的月，月就好，不要看其他的。打个比方啊，如果你们的月啊，你们的月啊，看月支看这边哦，你们的月支看这边哦，啊，我们放大这里，这里哦，看这里哦，记住哦 ，OK。如果这个是你们的八字啊，月哈、啊，甲己合化啊，甲己合土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土？有的人举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人有土而已啊，啊，那你们合化成功，那其他的没有土，合化不成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看，一直只能看铁地支。劫算土是吗？劫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土，那个什么啦？鸡啊啊，鸡是啊，是土是土，你也是土啊，所以这样明白吗？但是要在你的八字啦，我是随便这样说让你们懂啦哈、哦，要在你们的八字里面合化啦哈、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合化了又怎么？不要管，先懂，啊、哦，不要管今天吃什么鱼，先钓鱼再说，啊、哦，钓到鱼再说。好，虽然财星也透出，知道什么叫透了哈。哦，虽然财星也透出在年干与时干，有没有？嘣嘣跑出来，他的财星多不多？两个财星跑出来了哈，在年干跑出来，我们叫透出。但年干除了透偏财之外，年干这里除了透偏财之外，还通自家年支，还有年支也有。而且年支是属于什么气呀、啊？本气啊，明白吗？了解吗？慢慢看，读多几遍，看图就懂了啊。所以偏财在此时就会招兵买马，偏财现在有来生了。为什么？化的来生拿到了，上面也有了，底下也有了，有土，有偏财了，偏财。说土没有用的，你要说土了变什么？变成偏财嘛。我们现在就一直讲偏财，啊，所以这个八字呢，招兵买马了，它偏财有利了嘛，上有下有，它的年的上面有偏财，年的下面有偏财，年的下面又是本气，而且又是化。为什么化呢？因为月份那边它该找到化了。好，它开始了，有来生了，啊，此八字可得自家天地之本气。自家天干地支叫天地的本气，家月支的中气有没有？日支的余气，日支下面的余气，时支的中气，年月日时它都有啊，强不强？很强啊！这个偏财很强，偏财很强，是不是代表他很多财？不是，古代五千年没有买马票，但是有一句要包准的，那就是财多身子弱。短命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基本上说这个呢，就叫做甲己啊相合，甲己相合啊相合，相合只要靠近，力量很大的，它相合土啊，你看到吗？没有写化，相合土，它力量很大的，很大，因为连在一起嘛，力量很大啊。力量很大，甲己相合土啊，但是这个相合什么呢？中间有没有一个隔啊？对不对？隔开了是不是？那甲己合化土啊，隔开了，力量就OK， 但不是很强啊。甲己好像刚才那个，他力量强不强？强，靠近。不好的，那就不好了，太强了，太强，太强，强得不得了了啊，强得不得了了，不好啊，这样的八字不好啊。这个原本呢是要写给你们看的了
啊，我看你们都不用写了，都差不多都毕业了啊。好，卡进了不？好，这个翻开第五十，甲己合土，用之下必须啊，用之下必须要有土。月啊，说对不起，月之下必须要有土，月之的底下要有土，所以现在听起来就容易多了，有没有？刚才不让你翻五十就是这样。不过你们这班比较乖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高级。高级的人哦，很假懒的，分懂什么东西给他都读了咯。我讲完讲完了，他读了咯，开始读了。哎，你看啊，他讲这个难怪咯，以前我们论这个命的是吧，等到拱没掉了，就好像分了之后啊就走了。你们以后也是这样的啊。 OK， 所以你现在看得容易了啊。甲己合化土，月之下必须要有土才能够合化成土，要不然合化不成。那么 A， 甲己爻合，爻合就很远咯，爻合啊，力量比较小却合化成功。为什么会合化成功啊？你看是不是甲爻啊，太远了，但是底下呢有没有土呢？有，有土啊，所以成功了，合化成功了。好，成功了又怎么样呢？不知道，先告诉你们什么叫合化成功，这个叫成功了。 OK， 那么 B 呢，甲己啊，甲己爻合也是一样，爻合力量小啊，也是一样力量小，所以地支无土。诶，地支没有土嘞啊，我们打个比方说，这边没有这个，这个没有土啊，这个没有土啊，地支无土。长这个长下余气为土，哎，还是有一个小小个的在这边啊，还是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在这边啊。易合化成功，却因爻合故称之为甲己爻合余气成土力量最小，它的真名是这样子的。啊，比较长一点点，啊，记住，记住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好，这个人是不是甲己合化了之后呢，变成偏硬了？他的土的名字合化土，是不是合化土？对不对？土在你们的眼中永远是土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八字里面呢，这个土不是普通的土了，它是属于偏硬土。记住这个字，偏硬也叫做枭。什么时候叫枭呢？要有食神的情况叫枭。要看到这种字才叫枭，没有看到这种字不可以叫它枭。对，如果你的命里面有没有偏硬啊？这个有没有偏硬？有，是不是？看到吗？画到已经不能再画了，可以吗？看到啊，偏硬对不对？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食神？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？枭。枭是什么鸟？无情无义的鸟，妈妈生了它出来，抚养它长大，它会把妈妈咬死的。每只都是这样的啊，无情的啊，啊，所以你不要乱乱看到偏硬就叫它是枭，你才枭啊。所以它的月呢是很无情的，它月，所以偏硬也是灾星来的啊。八字逢天偏硬也是不好，这个人的偏硬心太重了，你看啊，偏硬心太重了啊，肯定会意外啊，意外伤亡，应该会有意外伤亡，在国外死的应该是这样，不死也难的，最好自杀，为了我们的八字啊，他最好自杀以表示准呢。好，这个五十一啊，决谈天干五合成化之坐下生吉星。好，五合，嗯。五合知道了哈，我们的名字叫五合。五合成化之后成功了，化了之后成功了哈，又化了之后，若坐下有吉星在年柱，如果他的年，他这个叫年柱，知道吗？年柱，年柱的这个底下有 lucky star 啊，少年就好运哦。还有呢，除了少年呢，远行就好运哦。还有呢，头就好运哦，牙齿就好运哦。啊，你就看那个年代表什么，所以刚才给你们的那份是不是重要啊？你们就很多资料了，但是不要无聊啊，代表彼此就好运哦。不要讲那么无聊了啊，你不要弄到自己很不准啊，然后才来说我教的啊。倘若
坐下有凶星，再黏住那就是不好了。啊，很简单的、啊。啊，这个我是说合化，我是说合化。合化了之后，因为合化，好，你看甲己合化，因为有这个，所以他成功合化成功了。合化成功之后呢，他就很多土的力量，所以土是 offer 的，土是特别有力的。好，有没有人是土的？有，这边报告，我是土。好，给你力量，明白吗？他就特别给他力量，所以他的东西就特别灵验，他的东西就特别灵验。怎么看他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你要看这里了，有什么东西了？明白吗？特别灵验的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做sample跟你们解释的啊。那大家看到 A 吗 ？A 会读这个字吗？了，这个字叫了解。隔角啊，隔角是隔角星，隔角星，隔角是一个星。好、啊，和我们刚才的这个隔阂是那个一样的啊。隔心是一个隔心啊，隔心是什么呢？隔角心，所以他这个隔角心被 activate 了，启动了，对他有影响了，因为合化成功了，好、啊，好，这样看懂吗？所以不是每颗星对我们都有影响的，要看成不成功，啊。少年之时呢，会怎么样？犯官非，少年的时候会犯官非。如果他是远行的话呢，犯官非。啊，有可能拿他如果说15岁的时候哈、啊，要拿什么什么东西进来新加坡的话，你跟他说最好不要，因为你很容易犯官非，啊，这样子就很准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看了、啊，你不要一直讲少年，一岁到六岁，一岁到16岁，一岁到16岁，这样很讲没有东西的。你要看多一点资料，我们给你的，你去讲，就讲得很准了。好、啊，千万不要跟自己看先呢，啊，先拿别人来开刀 testing 一下。你要为了准呢，最好是16岁的话呢，叫他哎，你拿香烟进来。啊，收起来啊，来看他会不会被抓 ，yes 丢掉，啊，很准的啊。那么黏住啊，这个隔角者，并非一定会坐牢了哈、啊，不是一定会犯官非啦、诉讼啦、坐牢，不是不一定的哈、啊，啊，但是呢，他出外呢，有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他出外。所以你看啊，有的人呢，只是做事或出外啊。对不对？遇到这个一些困难，还有一些障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出国是有些障碍？年代表什么？远行，对不对？这个又是代表什么？出国 bingo 丢了，他一定中了，因为割角呢，就是代表着出国会有意外的，所以这个呢，能不能过16岁再说？啊，能不能过16岁再说？啊，如果是多情三世，有可能还能过。没有钱的话，有可能还能过，为什么呢？没钱不能出国，对吧？去圣淘沙都没路了，过出国。好，好 B， 再看一下啊 ，page 51哈、啊，啊，这里我已经说过了 ，B 的上面啊，查47啊，这个47你们就知道了，刚才那个47哈、啊，是不是？你们就会知道更多资料了。甲己爻合尘土有没有？是不是爻合？爻合哇，很远啊！爻合，那么这个是叫飞刃，那个字读飞刃啊。一生中身体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不好啊，有伤痕累累啊，血光啊，破财啊，什么啊，都有这些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合化成功了，所以底下的心对他就有很多影响了。啊、哦！但是他说没有事嘞，没有嘞，我没有事，但有可能他父母有事。好、啊，因为年也代表父母嘛，那你尽量不要讲他阿公有事，啊，尽量不要讲。但是如果他问你，那你算算，你零的话，你算算我阿公是怎么死的？死于非命，包准的。他如果敢这样问，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嘛。你说我老婆美不美咯？他一定是美的了。啊，不美他不敢讲的，啊，那么交通意外啊等等这些资料，哎，注意啊，天德，那、啊、天德，哎，底下还有天德嘞，凶星有啊，吉星也有吗？吉星也有啊，天德，命带天德的人呢，和神佛是特别有缘的啊，那么逢凶化吉，所以少年呢就凶运就少了，所以他有没有适合他八字？他这样的八字的人。有惊无险，没事，
放心，好，因为有月德嘛，有天德嘛，天德会保护他。好，所以这个 AB 呢我都写了。那么月德呢，啊，月德乃少年淡月，月德啊，少年淡月德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有福啊，有福能逢凶化吉，所以他一定是没有问题了。 OK， 一定 是比较好啊。但是是不是先有灾后面呢才有福嘛，啊，大难 不死必有后福。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八字呢，你就知道它的图已经 是被启动了，是画图来的，甲己合画图，合画成功了，所以你就可以拿这个三颗星来跟他讲啊，这位居士啊，或者他父母，这个是孩子啊，孩子，哎，这个孩子你帮我算一下啊，我的孩子啊要用什么名字啊，他的命好不好啊，跟他算了之后，请问你是不是他的父亲，你就跟他讲了啊，对吧，啊，就是你即将你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呢，啊，过了大运之后啊，这大运算大运啊哈，他即将会有大家都知道三年四个月又五天啊又八天的，对不对，所以你要计算他出生加三年又四个月还是五年又两个月啊，这个你们自己加，用电脑就比较快啦啊，跟你们加好了之后，你必定会先逢凶后逢吉啊，最后呢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，你会遇到凶险但会有贵人相助。几岁你孩子出生三年四个月又三天，哦，包准的，为什么，你可以算定他几时啊会遇到凶险都可以啊，非任星他这个命几时遇到凶险呢，他的命年吗，他的命的年，老爸的命的年，真的你要拿他八字来 年来看啊，是犯太岁啊啊，最不好的时候，运气最低的时候，就是那一年哦，就是他的运气不好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拿两个来看，很少有办法在一个地方看到全部的，在孩子一个就看到父亲的全部，很少的，很少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有些人说，你的父亲本身自己会有一些灾祸，几时会有？三月五号，那是阿嘎阿嘎的，他叫人家打他的。一定要拿他父亲的来看，好。这个是爻合 ，page 52是爻合了。这个其实也是一样，啊，只是他多了一个星叫勾角星。看到啊，我再说一次啊，有些人不会不懂哈，啊，甲合己，爻合，啊，爻合什么？爻合土，能不能化不知道，要看月有没有。有啊，月有土啊，对不对？月有土哈，啊，所以他合化成功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勾角是属于他的了，所以不成功还好啊。那会比较容易啊招来麻烦得罪人呐，啊。成年的时候得罪人是最麻烦的。啊，十六七岁开始，哇，那个是很糟糕。到三十多岁，而且还有口舌、吵架啊，最好呢是少管闲事。OK， 那么六秀日哈，啊，其实很特别的哈，啊。只要呢你的日柱哈，啊，只要你的日，不管你几时，只要你的日哈，啊，是在啊，你的那个日，是在丙午、丁未，那个是未哈，啊，不是末。啊，那个位置你要跟他改一下 ，page 52的位哈，丙午丁位那个位，丁位对，戊子戊申己丑己未啊，那个位就对啊。这个日子出生的人呢，都是属于六秀，都会有这一张这个字跑出来，六秀 ，page 52，都会有六秀啊，六秀跑出来的。啊，都会六秀跑出来的 ，OK， 六秀好不好？六秀好，有才华，有没有看到底下吗？啊，博学多闻啊，博学多闻，还有功名，有成就，六秀。但是六秀喜欢跟吉星在一起，六秀跟凶星在一起就不好了，啊。底下呢大家要看到了哈，绝谈天干五合成化，而成化后哈，成化而生在十二长生
十二长生啊，生在十二长生啊。原来呢，这里呢，总共呢有十二种东西啊，叫十二长生啊，有觉，有冠带，有木啊，都有啊，有十二种，它是代表你的运啊，代表你的运行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们叫运表，十二长生表。十二长生表在哪里可以看到呢？在正觉万年历可以看到。好，正觉万年历，正觉万年历第几页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不可能在第一页。再翻，再翻，不对啦，再翻，再翻，再翻呐、啊，啊，再翻，对啦，第几页？第几？最后，对啊，对啊，刚才那个对啊。对啊对啊，二十，对，二十啊，第二十页，啊，上面那个左边的那个叫十二长生啊，十二长生前面两个字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全部两个字的，全部两个字的，对不对？沐浴，还有呢，冠带，还有呢，灵官，还有呢，地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些都是吉星来的。啊，吉星来的，绝啊、死啊、木啊，那些是不好的，啊，都不好的。胎还平平了啊。好，大家看一看这个 page 54，有没有？看54吗？啊，如果八字啊四柱合化啊，如果你八字四柱合化，这五行是我和我命。之所用或者所喜。好，甲己合化什么？土。你们看你们的八字，好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个人甲己合化土，对不对？合化成功，对不对？合化成功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八字里面到底喜不喜欢土呢？啊，要这样看。好，要这样看。如果他不喜欢土呢，呵呵，那就倒霉了。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好啦，文昌天德都没有了。他不喜欢，他要喜欢那个土才好。啊，要不然合化的力量大，招来麻烦多，知道吗？明白我意思吗？合化了之后，那个五行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，不过你不喜欢，不要合也不行了。知道吗？啊，但是那股力量是很大的啊。还有，今年是什么年？辛卯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今年你们的八字，今年是什么年啊？辛卯，辛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八字有丙吗？有丙的话就是合了。啊，合了到底好不好？不知道，合了变什么？丙辛合化土啊。水，丙辛合化水，你的命喜不喜欢水？喜欢，恭喜你；不喜欢，倒霉了。所以有没有丙？有丙，有丙的话，今年一定是有合化了。啊，我的命啊不好嘞，有水不好嘞，不好就惨了。今天就特别倒霉了，今年啊，懂怎么看自己了吗？没有丙的人呢，行啊。不一定嘛，要看你喜不喜欢水啊。我喜欢我的八字喜欢水，你八字喜欢水，你应该要有水嘛。啊，不一定去做黑鹰的。好，如果是用或者是喜神的话呢，哈，就是看那边哈，记住哈，用。如果合化出来的五行是你的用还是你的喜的话呢，恭喜你就非常好。如果是你的仇还是你的忌的话，就不好喽。啊，就反效果啊。啊，那例如 A， 看到吗 ？A。甲己合化土了之后呢，年做这个什么？对，隔角少年的时候会怎么样啊？会有官非啊，会有官司啊、官非这些。而土是我命中之贤，有没有？哎，他的命中的贤嘛，这个命中是贤来的，不是他要的，是贤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贤来的，所做年之为虚，是不是虚啊？这是不是虚？看到吗？土对他来说是贤，对不对？所做的是虚，对不对？虚，对不对？啊，虚。只要啊，
只要不逢刑或冲就可以了。什么叫刑或冲呢？很简单，查正觉万年历第十一就知道了。虚丑与虚位啊，就是相刑和相冲了啊。相冲，相冲就是虚辰，只要他不遇到这三个年，他就没事。遇到这三个年就不好，因为他的是闲神。所以只要是牛年、羊年，他要特别小心。啊，牛年、羊年还有龙年呢，还要特别小心。而犯下牢狱之灾呢，是很有可能的啊，要注意一下。啊，所以记住，甲、己、合化一锅土，土要问月到底有没有土，月有八十。好了，再去这个地方看，你喜欢土吗？知道吗？这是天干，很容易，天干就只有这五个而已，很简单的，地支就没有了。下个星期教地支，下个星期我看教地支就会教到第六课第七个，啊，我快一点教那个地支就快一点教，让你们先明白怎么运用，啊，地支。所以呢，我为了让你们了解哈，甲己合化土，啊，它的性格它会有什么作用？比如说女孩子她如果被五十五了哈，如果女孩子啊。他本身自己有甲己合化土，你的八字里面有甲己合化土的话，你就应该要看五十五页咯。你可以说呢，他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重信用的人，讲义气的人，较固执的人，你可以说他这些啦。啊，但是你一定要看清楚哦，他到底有没有合化成功？没有合化成功，你不要一大堆废话哦。最后啊，没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准哦。要成功的，要先合化成功。女孩子合化成功不一样的。甲己合化土，如果是女孩子的话，那是属于比较安分的，啊，度量呢比较好，还是比较度量是比较大，还是比较少啊？大的哈、啊。那么凡事会不会做事会比较顺利吗？会哈、啊，会比较顺利哈、啊，会不会受到人家的敬重啊、尊敬啊？啊，要合化成功了，好、啊，要合化成功，合化成功就有这些。但是合化成功了之后呢？合化成功了之后，他不是他所喜呢，你就讨厌他了。是那仇神，仇神土，你哦，你不喜欢土啊？是我不喜欢土，不喜欢土，我又那么多土，又合化土，那人家讨厌死你了。啊，哎，我命喜欢土啊，喜欢土，用土，那恭喜你，你将会成为一代尊女、美女，都不可以这样讲了。啊，所以女孩子有甲己合化土是很好的，啊，是相当不错的。啊，学习啊，什么都是相当好，为人呢也是蛮爽快的，啊 ，OK， 这里有没有乙根？乙根合化的有没有人？没有哈，有哈，乙根合化就要翻开五十六了，啊，女孩子的话呢就多贵人啊 ，OK， 我觉得乙根的人会比较女孩子啦，会比较得啊，please 啊。啊，卖保险最好的，对对对，乙根合化金啊，对啊，如果是有乙根人，记住哦，乙根合化哦，乙日合根，根日合乙，不一样哦。我的命是乙，我是乙日出生的，我是乙日出生的，外面有根，就叫做乙日合根。我的命是属金的，我是根金，我是根金，外面有乙叫根乙，所以乙根合和根乙合，甲己合和己甲合不一样哦，懂吗？底下都给你们资料咯，啊，不像 iPad 不像哦，有三个三又不像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乙日合根为金之不足，啊。根日合乙为金之大过，知道什么叫大过吗？不知道哈，我看要另外一个时间读中文的了啊，大过啊，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是什么意思？大就是大，你不会说大是不小啊？单单一个大字啊。单人为大，所以我们叫义
人是大，两个人是什么呢？二人是天，日月是明，这是什么字？小大是什么字？尖啊，小大尖，所以一人大，二人天，日月明，小大尖，这个你们不懂啊。一人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单，代表单的意思。一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阔。一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长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，这个地方的哪里？阿里伯克，奈伯克。刚才我们讲什么、啊、我忘记了。哪里、啊、我们是讲啊、哦、是讲乙哈、啊、OK 啊，讲这边哈 啊大过，嗯，为今之大过啊，为今之大过就是最大最强最狠最阔的经。但它不是代表什么经，它不是代表那种大大块的，不是，它不是代表那种经，它是代表坚强的经。你知道吗？子弹哈、啊、能够打死一只老虎，能够打死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金棒不会打死一个人，它可以弄他脚断，被金棒压，知道吗？但是子弹哦，小小力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金要有人来控制，它就会有大作用。大金控制不了它，就要看天意了。所以大金是什么意思呢？大过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行善为目标，知道吗？所以根、日和乙，这个人要多行善事，要不然就会遭什么天谴。啊，叫妈妈，可惜啦，你这老人啊，后背就真假来了，就很惨了。他有报应，很灵验的，而且乱发誓不行。乙根呢，就要等待贵人的扶助，如同小子弹需要放在这个神枪手那边哈、啊，神枪手帮他不要放在那个吃鬼咖那个，浪费他那粒子弹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记住了，乙根、乙日和根需贵人扶啊。根日和乙呢，要什么？多行善，知道吗？我这样你们还有很多不懂的嘞，你回家读了，我看你们都不懂。那丙日和辛为水之太过，又懂吗？水之太过不是海咯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海？辛日和丙呢为水之不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水啊，那是雨水嘛，这是细水啦，细雨朦胧啦。哎呦，啊，你们有你，我现在很担心你们的那个读的时候啊，怎么办啊？啊，不用紧啊，看得出的，水为智慧 ，OK， 水代表智慧，我懂这个，那、啊、就看你懂的啦。啊，不懂的你跳过去看了，你不要去研究那个背景啊，会不会很想念你的中文老师？不过你不要拿给他有些也不会啊。啊 ，OK， 其义必乱啊。但是最好的呢，就是让我告诉你这下面这五个是最容易的啦。你们看这参考资料，看这五个就够了，其他的不要看了。我看了都妥哦。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打算说这个就已经教完了，你们自己放好哦，自己放在里面哦。第二次给你们的啊，刚最后一个给你们的呢，是在24面的，把你24拿就掉，放在里面。我们今天在教的呢，是从46开始是吗？好像是，对，46开始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把46呢给放上去，啊，所以下个这个就等于教完了哦。有没有问题？甲己合化有没有问题？对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合并成功。对，就是不受这些所谓的影响。对了，
但是要记住哦，好。那些喜用啊，喜用仇忌，你要懂哦，要看哦，而且还有啊，第五十二一定要注意最后一段哦，虽然很短的一段，但是你要注意哦。如果香和成化之后，却身在绝之地哦，看到吗？那个 arrow 指着那个绝之地，也表示该助之吉凶星的力量。绝之地就是很倒霉了，不好。他所有的一切心啊，就是不好的，啊，比较弱的，啊，叫 virus 啊，啊，长生呢？好，这个人的命好不好？不好，为什么不好呢？阳病绝病衰啊。不过呢，他又有什么呢？麻烦了哈，一个财，两个财，三个财。四个财，五个财，六个财，是不是？六个财很壮、很旺、很强，因为生在夏天，火生这些财，火生这个财，越生这些财，对不对？越生了这些财，越还会不会强啊？不强，所以妈妈短命啊！啊，妈妈生了他之后不久就应该要死的，不死的话呢，那就要。我们就要行家法了，啊，把他死，啊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人喜不喜火？一定不喜火，还有喜火，那不是忌火了？还敢用火？要死啊！还敢用火？啊，应不应该用土呢？你说可以就可以，你说不可以也行，最好是用水啦。啊，那么大的土没有水哪里可以？打口口嘛，明白吗？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你们啦，好，所以最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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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这个八字里面最弱最弱最弱的是什么？看得出吗？那么多火，那么多土，那么多土，最弱的是什么？水，水是最弱的，水是最可怜的，有它有一个点缀，很惨，这个很惨，这个八字就很惨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应该要做什么工作？啊，来吧，求助一下。哎，那个很少求助啊，他别求助啊。我这怀疑他会不会游泳啊？啊，他在水啊，做水。记住哦，我命那么需要水，做 diving 的是吗 ？diving 还是 diving 啊 ？diving 的那个潜水员啊，对不对？潜水员是没用的，此水不能饮啊。啊，这个水不能喝的，口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在大海，有没有听过大海炎热啊，口渴死掉啊，卖 ice cream 吧，啊，ice cream 怎么会止渴啊，开个微点嘛，好了，差不多不用紧了，你们遇到卡斯们你就这样论了，论到了卡斯们不能把戏要你们商量快点快点，我要死了快点啊啊，那么如果说你有朋友啊，你有朋友哈、啊，我们那还没到了，到时候了，我们会拿你们的朋友的命来算，啊，来算算看，你说我看准不准，啊，准的话他要给钱的，啊，他要站在这边给我们说，有问题吗？这一课这样子就算教完了，因为下一课我们就要教地支合冲刑破，哎呦，那个很惨，那个是阿嘎阿嘎教啦。啊，大多数是给你们那个基本的资料，好像今天我们教的最多是甲己，甲己的人我们教的最多，那么乙庚就不用了吗？乙庚就以此类推了，好，教这样会比较快，还有问题吗？嗯，帮我看一下大海水是什么工作？大海水，大海水，你说它的周围必须要怎么样？要扩，它必须要是它的里面的性质啊，啊，不能够单单只是卖一点点那些东西，它东西必须要很扩大的，就好像你是帮忙麦当劳找店面的，那属于是大海水，你要做的很阔的那个是算是大海水，啊，那你是你啊，那你现在做什么？啊，
工具啊，工具啊，是在那边做工具。没有，是说是那种啊，一柜门啊，就说那种啊，厨房那些煮的东西吧。煮的东西啦。白干啊，都是白干。在新加坡而已啊，你要做的多咯，要做的大了。好像小水，小水哈，就是卖一点鱼啦哈。那么大水就好像千湖啦，他们就上市啦啊，就这样啦。啊，咖啡店就是小水啦啊，大海水就是亚坤啦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啦啊，要做扩，你要扩，你要跟着那个公司是扩的，是扩的啊，你千万不要跟那种小的，不适合在小企业做，小财大财小用，不是小财大用，懂吗？啊，还有谁要问的？你们现在做什么工的？天上火，去天上了。做什么？太空人，天上火啊！天上火，我又名太阳火，是一个太阳的意思。天上火叫太阳，太阳几时暗？完了，没有暗过啊！我又不是问你天几时暗呐、啊？太阳会有暗过的吗？没有暗过了，懂吗？好，意思就是呢，你所做的行业哈、啊，要永远一直保持着明亮的热，就是人家的兴趣的卖吃起来，哎呀，要了，哎呀，啊，就算要死的人哈、哦，那个胆道心也会拿饭给他。安迪吃饭啊，安迪，安迪说我爱死了，不要跟你吃，来吃淡薄啊，爱死个死。吃好像人生最重要，不过新加坡做吃是对的，一直吃的，哪里都是吃的啊，所以做吃是最好的，每天啊，知道吗？懂吗？啊，人事部的就人事部了，不要紧了，继续做人事部也是挺火的了，不过没有什么用，没有什么用，人事部没什么用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这很忙很忙很忙，忙了过后，如果人事部叫他做就好，他霹雳火，你叫他做就好，呼呼呼 ，OK go back， punch card， OK bye bye， 哎、啊，他做就好，你天上我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要天天热，除非呢你是24小时人事部，好像比如说我24小时，我12小时做了之后呢，我走了另外一班来，陈土生就是这样，医院就是这样。很多很多24小时 ,7-11 就是这样啊，他 icon 甚至没有关的，这24小时那种12小时的那种工作，一直不生命力，一直要像太阳火一样的，那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有些比如说杀中金的这种就不是了，为什么？杀是什么意思呢？杀和杀是不一样啊，杀你们遇到杀中金啊，杀能不能种东西？要有知识哦，不能啊！种东西需要什么条件？是，very good， 需要耐心，是吧？要耐心啊，要耕田，要什么？要有耐心，要有计划，知道吗？所以杀要速战速决，叫杀；吐就要有计划，明白他意思吗？所以五行里面对于这些要很理解，所以杀中。金沙中的金，不要以为它的金是一块一块的，肯定啊，他就告诉你的是为什么沙中会成金呢？为什么？就是速战速决，最珍贵的行业，例如啊，股票好，赌进赢走就好了，啊，快，不能够拖泥带水，土的不一样啊，有些是沙中土啊，又不一样，城头土，城头知道是什么吗？城头墙壁啊，那么墙壁你就要看你是内墙还是外墙，外墙就没什么用了，外墙是外面，每次人家这样子了，等电梯也这样啊，但是正常的人很少在家这样了，很正常人很少了，所以内墙是好命，外墙就苦命了，内桃花就是好桃花，外桃花是野花，外桃花，什么叫外桃花呢？你的桃花长在你的日，长在你的时，就叫野花。年桃花，年桃花就内花好，
啊，桃花要在内，不要在外，啊，不过在外呢就外咯，啊，在外呢男人就不怕了，啊，啊，所以有些人学八字为了什么？为了挣他的老婆，为了挣他的老公，啊 ，OK。啊，你们的，网站有人问我，你们 email 还是什么哈？问我说，笔尖呢？怎么看一个人结婚呢？一个人结婚你要看他的笔尖，他的年，他的流年，流年知道吗？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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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啊黄那个的，一条一条。好，他的天干的上面流年哦，流年天干上面有没有出笔尖？有，底下呢地支有没有出正官？有没有出正财？有，结婚。所以上笔尖下面有正官还是正财随便了哈，结婚。第二，上面有正官下面有正财，上面有正财下面有正官，结婚。在不不懂不懂没不懂哈。男女朋友也有的，就是我结了婚了我还有男女朋友也可以看的，很准的。他说没有，老公说没有，也有的，不可能没有。你还可以知道他们在哪里约会啊？只要有食神，他们肯定去吃啊。你们刚你我刚才在吃地方吃的地方看到你，告诉我他是谁？你要镇定一点呐、啊，他一定说的、啊。如果是正印的话呢，就是在喝水，在有歌声的地方啊。那如果是这个偏财的话呢，肯定是在男男女女很多的地方啊。如果是三官呢，三官和七煞的话呢，就在旅店了，肯定的，包住你。老师，你是说那个bookshop 他有卖那些那种吉星啊？你忍一下，我就会给你了啦。哈哈哈，那你不用买的，到时候一定会给你们的整本。你知道你们这本多厚吗？应该我看有300多页啊，很厚的嘞，很厚的。这边是 OK。笔尖上面哦，它是这样，好，它是这样，那这边就是有天干啦，随便啦，好，天干是什么都好啦，甲什么都好 ，OK， 随便。上面是笔尖，下面不是有一个地支哦，对不对？地支不是有分三个咯，中本气、中气、余气咯，有没有正官？没有，有没有正财？有结婚，有结婚，不过已经结婚了就不要再结婚了，不要捣蛋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一定要两个还是一个？对不对？一个可以了，啊，一个。不过我们男人通常要看到的是这个正财比较好，女人因为正财代表我们的老婆，女人的老公叫做正官，所以男人不反对跟男人结婚。啊，如果上面呢，上面是正财或者正官啊，啊，下面是笔尖也可以 ，iPad 啦，可以都可以的，啊，懂啊懂啊，但是啊，如果上面是这样，下面是七煞，女人听清楚，七煞，那代表你的情人来了，女人的情人来了。如果下面是偏财，那代表男人的情人来了。偏财，如果有偏财又有食神，那代表你的老公会去搞他。如果不去搞他，我头砍下来。这个是日柱的，那个不用不用不用，年，你们的那个，这个，这边，来这边。不是命啦，这不是命，这是每一年每啊，今年有啊，今年明年没有，明年没有这样。不过你们结婚哦，你们的那个结婚哦，你不要没有女朋友，明年结婚，不可能啦，那个婚姻介绍所要半年，对啊，你不要这样啦。哎呀，我今年要结婚了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
不可能了，就不可能了，懂吗？要弄一点可能性的。好 ，OK， 这个懂了，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搞三搞四很重要的。啊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啊。谢老师。坏人。不好。